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请问大家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可以给我一点点反应吗？Hello，大家早上，Hello 哥，早上好，嗨嗨，好，谢谢大家。那么大家吃饱了吗？我想8点多大家应该吃完。晚餐了吧？那么新年过完了，就是我会讲我们这个美丽事业了哈。那新年期间呢，大家有没有一直在做断舍离呢？爆单呢？一定要。我是准备好了，我们2022年，哎，最新的 planner，OK，准备好就要来学功夫了哦。OK，如果大家有参加我们2022年第一场 Kickstart 哦，今天的讲师是我们其中一位的金牌讲师。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荣幸的邀请他，他也抽出他的宝贵时间够。我们来做分享，可以，这爽哦！跟着我们讲师建议哦，确实你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OK，那么 before 请讲师出来之前呢，我需要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金牌讲师哈。OK，在他还没有从事 Forever 事业之前呢，其实他自己本身拥有自己的电脑公司 Forever，一直他也是跟我们，应该是跟大部分人都一样，他不相信直销。OK，那么他也是。成为了一个使用者，使用产品，跟把产品介绍给身边的家人朋友使用而已。那么因为工作压力哦，导致渐渐的得到改善。一使用产品就长达了7年的时间哦。OK，就在某一年，在生意上他遇到了瓶颈。那么正巧我们的师傅达到 Desmond Kong 从 KL 回来逛单开发市场，这也。就了市场计划过后呢，他发现他在背后呢，就是拥有一个批发的生意模式。那么他决定了，他狠下心来，他利用了2年的时间，在 Forever 好好的打拼哦。那么一做就做了17年了，哇，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久哦。那么在 Forever 呢，也赚到这组织网几乎是遍布各国满地的。那么在东南亚国家呢，也成功。开枝散叶，开枝散叶吧。我们讲，OK，他目前呢是我们的 Sorry Manager，也连续完成了10年的一个 Manager 哦，8次的 500cc 哦，是不是很厉害？OK，他也是我们 Forever 一个其中一个百万俱乐部的收入成员。那么现在他主事网呢，他已经成功培养25位的 F2D。25对，sorry，不是25，25的 manager。OK，他也曾经被公司邀请到很多个地方，包括新加坡跟墨西哥也做讲师。那么他也被南洋采访嘉宾跟 British Media 英国出版社的访问嘉宾。那么今天我们经历他卡在 supervisor，其实整整7年了。那么自从呢，他得到了几套。功夫之后呢，他就一路奔向 CBN 了。那么你们想不想学？想不想跟我们讲师学功夫？一路奔向 CBN 呢？小打上 yes 好不好？来，我们给我一点反应，我们以热烈的请讲师出来打上 yes 啊！谢谢。OK，那么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讲。讲师 Sean，好的，谢谢 Jackie，应该是他有点卡，应该是他卡顿还是我卡顿？我搞不懂了。OK，没有关系，没关系，没关系。OK，因为这个是一些 effect 来的。为什么特地叫Jackie 有做一点卡顿的动作呢？就代表我在这个期在加入 forward 大概整7年，算是做 consumer 了，一直卡卡卡。
卡卡卡卡卡在 supervisor 那边就卡卡卡了七年 ，OK， 这个是 effect 来的啊，所以今天就特别卡，就这样的原因哦 ，OK， 所以就是啊，大家放松一下，放心，因为最主要是今天是一点点啊，有点 story base 啊，可以讲最近讲都是讲我这本身的一些故事为主，故事为主 ，OK， 一下。OK， 都是我故事为主了。OK， 因为呢，我是在本身在1997年加入 Forward， 加入 Forward 呢，就一直用产品了，不是没有试去做的，有试去做，但是呢，一直都做不到那个 cake， 也做不到那个模式。因为当初呢，讲真的，我们这些一开始的元老级啊，或者骨灰骨灰级人嘛，骨灰级的人马呢。这的元老呢都是没有整套系统在跑的 ，OK， 都是一直经过我们一直做，一直修炼、修改，然后呢整套系统啊，今天呢才跑出来，让大家有个 highway 来跑 ，OK， 所以以前呢，都是一直在卡在那个 supervisor 整整七年了，就一直上不到去，到底什么原因上不到去呢？后来呢才抓到几套功夫啊，才知道 ，OK， 啊我本身那期为什么我会大概七年里面呢？用佛法产品一直在用，而完全没有断了。OK，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了。OK， 和我一样有偏头痛的嘛？我本身呢的偏头痛呢 ，OK 是蛮严重的，是蛮严重的。我的偏头痛呢，就好像每一个月来一次，来一阵呢就痛两天，痛两天呢就是年经期两天。如果是女性的话呢，应该是特别感受到那种感觉的，就是痛的感觉。OK， 两天，所以呢，我就用了佛尔产品。这产品呢，讲真的，我用什么呢？都是芦荟啦，然后蜂王浆啦 ，OK， 然后鱼油啦。结果呢，我的偏头痛呢就被我朋友发现，哎，他就问我，哎 ，Sean， 你好像很久没有雷耶哦。啊，当然我们朋友熟嘛，那雷耶就是没有来偏头痛了，没有来偏头痛了。哦，那也是偏头痛啊，哇，有咖喱哦，没有咖喱。OK， so 在这个偏头痛啊，如果有的朋友啊，有偏头痛的朋友啊，把它打进去啊，带进去 ，OK， 密 ，OK， OK， 所以呢，就这样子，给我觉得哇，这个产品蛮有效的，对我是蛮有效果的，蛮有效果的 ，OK， 啊，结果呢，这样子就用了七年，从中间呢也是，最主要呢是把产品买回来给我母亲用。因为我不懂了，我不懂大家觉得怎么样了。对，我觉得以前虽然说工钱不是说很高，但是我觉得母亲，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所以母亲呢是最重要的，所以一直他是给我逼他吃产品的，逼着吃产品的 ，OK， 这边吃产品的 ，OK， 结果呢他已经接近八十岁了，已经接近八十岁了，大概好消息是说了城市人有的问题就是那三高呢，就是血压高啊、糖尿病高啊、跟尿酸高等等，他全部都没有的。Okay， 他去做验血的报告出来啊 ，OK， 都是哇，很美，都是很美，符合 OK 整接近整八十岁老人家那个标准的。OK， 所以就是这样的，我对产品非常用得很心的。后来呢，我就介绍的给我的女朋友 ，OK， 也是我现在太太 ，OK， Olive。因为他本身呢也是什么，他也是有便秘问题啦，他也是有来月经的问题啦 ，OK， 结果呢，好消息哦 ，OK， 他的便秘问题哎 set 得了我，然后呢他的月经问题，痛的问题也 set 得了我，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是应该就是我和 Olive OK 一个很好的一个 start 了，所以变成了我们就开始才从事做佛我了，做佛刚刚开始的时候讲真的要去完成一些 incentive 啊，举个例子是说5cc 啦，也是有一个挑战的嘛，有一个挑战的 ，OK， 就是感觉哇很难做，很难做，很难做，很难，每一次很辛苦，到月尾才去完成。后来呢 ，OK， 就抓到一点敲门过后呢 ，OK， 一下抓点敲门过后呢 ，OK， 就知道原来 5cc 可以有办法很早完成的，很早完成的 ，OK， 所以呢。那这个就是一点点我对产品那些心得了。当然中间过程呢 ，OK， 公司每次的营养师啊
然后医生啊，然后教授啊，公司办的课程呢、啊，我都没有去放过的，每一次都一定去 attend，没错，因为我明白一个东西了，每一个成功的背后呢，一定之前呢，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把自己准备好呢，等机会来呢，才能够把握得住，才把握住。所以呢，整个过程呢，讲真，我在佛文呢都是蛮 happy 的一个过程了。OK，我看到他说，OK，green eye herb 帮助偏头痛。对啊，我也是严重便秘，所以应该是没，现在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OK，so、okay, 开始进入主题，因为今天 slide 蛮多，要蛮快的速度。OK，首先呢，可能我不懂有多少位朋友是完全或者是不太了解佛文的有吗？或者不太了解佛文的？OK，如果说你是很新的人，很新的。朋友，给、okay, 你对佛的了解程度呢？只知道哦，黄色罐子。嘿、okay,，如果有的话呢，它一个米。OK，它一个米。或者是哦，你对佛的产品，只是了解说哦，我用这些产品，但是 detail 呢，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有的话呢，它一个米再切入哦。OK，来，啊，这个是佛的创办人。讲真的，非常感谢 OK 这位老人家给 Dr. Rex OK，他就是他创办了佛尔这样公司，给、okay, 然后呢，他找了很多很好的一些医师啊，给、okay, 教授啊等等啊，给、okay, 去研究很好的产品让我们使用。给、okay, 这他就是 Doctor X，Doctor X 本身呢，他本身呢之前他还是有蛮多的公司的，在潘干多呢都是他公司的，佛布里宾呢只是他旗下其中一间公司。哦，Jordan 也是，好，蛮新朋友。OK，好。Okay, 看佛尔和其他公司有什么不同呢？XYZ 公司呢，很多时候他们没有自己的农田，所以他们去找 supplier，找 supplier 过后呢，就是 supplier 种了芦荟过后，举个例子了，他们也是 produce 芦荟了，OK，supplier 种了芦荟过后，然后找工人去处理，就是收割咯，收割过后呢，OK，把那个芦荟呢送到去工厂生产加工，然后呢开始加工完过后呢，还要去 R&D 找 third party 的 lab 啊，去做一个 test。这个产品到底符不符合整个 quality？啊，符合 quality 过后呢，才把产品呢出口啊，整个经销。现在很多公司经过很多层很多层，OK，这个就真的是多层多层传销了。就经过很多层过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啦，农田种的芦荟上哦，工人现在比较少了，OK，所以要起价，所以呢产品又起价，然后呢工厂说工厂要加价钱，产品又在起价，然后研发那个 lab 说要又要起价，所以呢那产品又会在起价，然后 logistic 呢 OK 说要起价又会在起价，所以外面呢很多产品在这几年呢 OK 在这几年他们的公司的产品呢都是起了很多次价钱，一直在起，一直在起，一直在起，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OK 我看到诶，佛尔产品蛮好的，真的，我在佛尔这个整整。做佛尔大概是做了18年，做了18年。OK，再加上之前的 consumer，OK，这产品起价的印象中呢，大概5次到6次左右。OK，每一次都是到成本，OK，很难去 control 过后呢才起价，不像很多公司一年里面呢都起了两三次价钱。所以这个是我真的我要给觉得。我觉得真的给佛尔这家公司呢，给很好讲，很好掌声的。因为佛尔本身呢，它就有自己的农田，有自己的工厂，有自己的 R&D department，然后自己 export，然后呢，直接到我们经销商，就是传销商的手上。那这个呢，完完全全的给直接就交到了，所以呢，我们就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成本，很多不必要的一个 costing。给这个就是佛尔的芦荟田呢，芦荟田这个本身去过的全球最大的种植生产。分销公司就佛尔，佛尔种的就是全球最好的芦荟品种。所以这个芦荟田到底有多大呢？OK，如果大家有去过新加坡的，看着大家看那个 map 的话呢，大概就是3个新加坡。所以如果是说你是打算驾车呢，坐摩托呢，要环岛新加坡3个新加坡一圈呢，那3个新加坡呢，加起来呢，就是种芦荟的芦荟田这个农田了。这全部都是 Dr. X 他本身用现金把它买下这土地，OK，然后呢，做完过后呢，就请这墨西哥的 Uncle，OK，墨西哥的 Uncle 呢，帮我们收割，帮我们处理，OK，把它收割下来过后呢，你看很大的一片，很大，他们很兴奋的看到那么大片芦荟，就是特地跟这 Uncle 拍照，讲真的，完全不能沟通，因为他们讲墨西哥话，我是讲
English，而且还是 Malaysia English 啊，大家有 understand 有 do 的那种 Malaysia English OK，所以拍一张照片啊，蛮好玩。而且很多人讲，哎，这样子芦荟我也可以自己种嘛，哎，所以注意看哦，这份报道啊，报道说什么呢？给芦荟啊是植物的神，但是啊，如果你不会处理的话，连皮次用的话呢，会伤肝，就什么呢？会把你的肝脏，有人吃芦荟啊，吃到整个肝坏掉，肝一坏的话呢，讲真的是没有 replacement 的，是没有 replacement 了的。OK，所以呢，芦荟呢真的不能够吃，所以佛本种的，因为全世界啊。有非常非常多非常多种的芦荟，而最好对人体好的芦荟呢，大概五种。然后佛我种的就是洋芦荟，就是刚才有提到的这个，给阿罗伊巴巴丹西斯米勒，给这个最好品种的一个芦荟，就在佛我的手上，佛我的手上。OK，种植过后呢，OK，做什么东西呢？OK，你看呢，佛我的芦荟的特色。OK，当这些安息安啊麦斯干哥种完过后，那芦荟他们收割过来之后呢，就运到来这工厂。这工厂呢，大家看到 OK，Olive 的背后那个机器是吗？芦荟叶片一进到去呢，它直接把那个凝胶那个胶呢，直接给拿出来萃取出来。这整个专利机器的过程呢，它萃取那个芦荟胶呢，大概是0.5秒，是非常快的，把胶和那个叶子呢，OK，那芦荟叶片呢，直接分开。有效的去除那个大黄素，大家看一下照片哦，就是我们特地就是在家里种的芦荟，可以把它切开过后呢，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半透明的一个plastic 盆上面，OK，大家看到一个黄黄的，那个就是大黄素，就是这个呢能够把我们的肝给吃坏，OK，而这个机器呢就能够很准确的，OK，只是拿凝胶，OK，完全把这个大黄素呢给排开掉，这个就。佛我的芦荟的特色，那很多外面很多公司，他们没有这个专利，也没有这个技巧呢。他们做什么东西？他们把做一些 filtering，就好像经过 water filter 这样子，把这个大黄素 filter 掉。但是呢，同样时间，它也把很多营养素给 filter 掉。所以很多时候呢，外面的芦荟和佛我的芦荟，为什么功效啊相差那么远呢？就是因为这个其中一个技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也是佛我的一个。特色，OK，然后呢，到工厂加工啊，这个就是我老板都在，我真的很感动了，很感动，因为亿万富豪呢，特地在工厂等我们去参观这个工厂，所以当我们一下巴士的时候，当时去美国一下巴士的时候呢，一进到工厂，看到机器，OK，蛮兴奋，因为能够看到公司 production 嘛，更兴奋呢，就是看到 Doctor 那边。在 welcome 我们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嘛，一位亿万富豪啊，可以完全没有价值的，OK，来在工厂那边 welcome 我们，OK，没有哪一位亿万富豪老板有必要啊，去到工厂啊，OK，来引荐一些转销商或者经销商，但是呢，他真的没有价值，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OK，然后呢，forward 产品芦荟第二个特色呢就是。佛的芦荟呢，OK，有100%的稳定专利。什么叫100%稳定专利？大家如果有吃过苹果的，OK，如果你把苹果皮给削掉，OK，然后把苹果皮削掉过后，你把苹果放在桌子上，OK，大概半个小时过后，你会发现那个苹果开始变黄。一个小时后呢，就变成橘色。我们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氧化，这个叫氧化。而佛我呢，这个芦荟呢，OK。也是它有稳定专利，因为芦荟也是一样。如果你自己种芦荟的话，你把芦荟切下来过后呢，OK，2个小时里面呢，里面大概90%的那个营养成分呢是完全氧化掉的。而这三位医师呢，OK，他研究了25年了，研究了25年了，他把芦荟的新鲜度从2天呢延长到去5年，从2天延长到去5年，而且呢还保持那个芦荟的新鲜度呢高达99.875%啊，这个就是他所一直在做的东西。所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打开这个芦荟，一打开的罐，这个罐呢，它里面的芦荟呢，就是有高达99%，接近100%的新鲜度。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们直接切开芦荟，直接种，直接切开，就是那个新鲜度接近一模一样的。这个就是佛我芦荟的其中一个特色，这个也是外面公司。是没有的，这个是因为我是这个是佛我本身的一个专利，本身一个专利啊，所以呢，Dr. Rex 呢也
很多钱呢，把这个专利呢给买了下来。所以大家看到机器呢，还有专利呢，都是 Dr. Rex 给他本身用的，他自己的钱买下来。结果呢，他把产品制造过来过后呢，我们去给分享给朋友，我们分享给朋友，这个就是很好玩的一个过程了啊，人家的钱，人家出了钱，我们拿来做生意，人家出钱给我们做生意，大家觉得爽不爽？如果今天有人出钱给你做生意，给、OK？ 人家出钱，我们做生意分到的钱呢，我们拿70%，他们拿，老板拿30%，谁非常爽的？觉得那、啊、他觉得非常爽的，逮他一个米哇！我讲着，我想每次想到这个，我都觉得哇，非常的爽。OK，因为人家出钱给、OK？ 我什么？我去做生意哇，这个就非常好，非常好。OK，如果大家觉得哇，这个很好，可以带一个米进来。OK，我们再看到了 Lab 里面，这个 R&D Lab 里面，OK。这个所以研发的每一个产品的研发，每一个产品的QC 呢，都是由自己的 Lab 来做把关的。所以这产品呢，从美国运到来马来西亚，坐船坐了整个月啊，整几个月啊，然后产品呢还那么新鲜呢，就是因为很 R&D 非常非常的强，非常强强。OK，然后出口直接到了马来西亚这边，OK，我们用 Forwarding Apps 呢做 order 呢，OK，我们就开始做生意了。这个就整个的一个过程，OK。这边同样的 play 一个简单的 video，OK，、OK？ 让大家看看，这就是当初我本身去到 OK，去到这个芦荟田所看到一个情况，直接把它录下来，顺便就喝一口水，OK，好。这个是整个的过程，对啊，这个 video 讲真的，维娜讲这个 video，我到现在啊，这个 video 真的是帮我上 CBM 的一个其中一个 video 来的，所以我是真的是，那时候真的很感谢，真的很感谢。所以拍完整个 video 过后呢，我就一直在跟很多朋友分享，很多朋友分享，真的，如果你的朋友、你的顾客啦，看到整个制造过程呢，他会觉得他们感觉什么呢？就是哇。很 transparent 哦，哇，很好哦，就是那感觉，所以这个就是一种高兴的感觉啊，讲真的啊，我很难讲了，OK，接下来呢，OK，最近呢，OK，公司呢也有三位的，OK scientist 呢，scientist，OK，就是三位的，OK博士科学家呢，OK，就是他们很愿意啊来为 forward 的产品再做更深度的一个把关。给更深度的一个把关，就是因为之前就是说有请到一些营养师啊、药剂师啊等等，现在呢，连博士教授呢都来为 Forward 的产品把关，而且呢，最主要这三位资深的博士教授呢，OK，他们本身呢是没有收钱的，只是他们觉得Forward 这间公司的理念呢是非常的好，非常好，所以呢，他们是愿意给、OK？ 为 Forward 的产品而做一个 quality。品质上的一个把关，所以呢，大家可能看到有的产品很多的 improvement 呢，真的要感谢这三位的医生。但是呢，最主要是这个很 classic 的呢，已经没有办法 improve 了的，因为它是天然 natural 的，已经保持了新鲜度高达99.875，接近100%的
新鲜度，还怎么来 improve 呢？哇，如果能够把它变成100%，啊，没有那个需要讲，没有那个需要，对，国际资深的科学顾问，对。OK 啊，把门把关。所以佛尔产品呢，有分有 nutrition 呢，营养的啦，然后 weight management 呢，体重管理啦，就是 drink 的就是我们喝的芦荟啦。OK 啊，我们的 gel nectar，OK，peach 啊，pop 啊，freedom 等等啊，还有 B product 就是我们的花粉啦，OK 蜜糖啦，蜂胶啊等等。OK 啊，再有佛尔的 household 就是 MPD 就是可以清洁洗衣啊，抹地，然后。还有 personal care，personal care 每天洗脸、刷牙等等。OK，sport product 都有，我们 RG 啦，Forever Move 啦，skin care 这产品，而且最主要产品呢，大家应该有，应该大家没有看过 Forever 的产品在报纸上、报章上或者在电视上有做广告，对吗？但是一个没有下广告的一个产品呢，能够拿到很多 international 的奖项，代表什么呢？就是 consumer 非常喜欢，consumer 非常喜欢，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 Good Housekeeping Award 啦，i Beauty Global Award 啦，OK，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一些 OK，Green Palette，OK，Natural Beauty Award，OK，Natural Beauty Award，OK，还有什么？OK，i Beauty Award，OK，所以这些都是很多 forward，因为经过这样的一条龙。对，长安 Jacky 啊，PCM Jacky 谈，有 Jacky 提到的一条龙的 OK 的服务，在这边呢，OK，当初我一从 Supervisor 能够从 Supervisor 脱离，能够不卡关呢，OK，因为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分子矫正医学 OK 的健康铁三角，现在铁三角里面有提到什么东西呢？就是轻调补房 OK，轻调补房这个几个东西呢是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子来说呢？当然，外面有很多不同的保健品，但是很多不同保健品呢，OK，到底很多人讲我要做比较，怎么来比较呢？你有你的讲法，我有的讲法，OK。当然每一个当然每一个人都说它很好，OK。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什么呢？OK，我们要了解，今天如果我们要真的照顾健康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研究我们细胞到底要什么东西。我们细胞什么东西？今天如果 OK，我们了解我们的细胞，OK，细胞怎么来形成呢？就是它吸收很多营养，营养呢，OK，才能够细胞才能够一分二、二分四，OK，慢慢给分成，然后呢，从细胞 OK 变成器官，器官呢组合变成组织，从组织 OK。变成了我们的很多系统，从系统呢变成我们人，所以呢，细胞要什么东西？细胞是要需要很好的营养，还有很清洁、很干净的空气、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啊，before 我们要 implement 任何的一个保健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有把我们身体呢做一个调，给清调，把我们身体啊给整个新陈代谢呢给提高，然后呢，把我们不必要的毒素呢给排出来，所以呢，现在讲到的就是这个轻调。OK，我们来讲一下毒素从哪里来。我们今天是17号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该就是我们刚刚过完年没有多久啊。相信在十多天呢，那十多天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吃到啊，很可怕。对，谁的家到现在呀，还有年饼肉干的有没有？谁的家到现在还有年饼肉干的？带一个咪看一下。还没有吃完的，还有很多年饼啊，OK，还有很多个咖啡啊，我还没有吃完，我看到有是有点冒汗的，讲真的，不懂要怎么来吃，结果这个就是毒素了。当然我们知道，不好的，讲真的，吃那么多煎炸的东西、油的东西，不好的，吃不吃？吃辣的，这哪里有可能不吃？OK，所以就吃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食物的污染。大家看这个图哦，他讲，哎呀，我有 organic 啊，等等等等。对，我相信 organic 的东西真的很好。但是我们知道哦，我们现在我们离不开那些 plastic 的东西，我们也离不开。OK，就算你 organic 再怎么种的好，还是经过雨水啦，还是经过一些河流等等的，那些都是被污染的。好像我吃鱼的，我没有吃那个肉的。对，现在鱼呢，我们用很多的 plastic 呢，丢在河里，很多丢在河里面呢，在河里面分解，它到了 OK。
到了海里面，它变成了围礁粒。那个围礁粒就是鱼去吃，鱼吃了身鱼的身体里面就很多围一些礁，OK plastic 的围礁粒。结果呢，我们人体去吃，当然我们没有发觉的，我们吃了很多这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有谁能飞了一圈呢？没有关系啦，OK，等下有办法，等下有办法，OK，谁飞了一圈，谁飞了两圈，OK，我们心知肚明就好了，OK 啊。OK，来看，然后喝的就水的污染，水的污染。OK，我不懂你那区是怎么样。我们关丹这一边哦更好玩。我们关丹区呢，永远的每一个家，大多数每个家都有两个 filter 的，就是一个 outdoor 的 filter，还有一个 indoor 的 filter。OK，跟大家讲个好消息哦，outdoor filter 完过后，很多时候啊，outdoor filter 完过后的水啊，在家里面开啊，还是有点淡黄色的。哇，西北沟里还要经过 indoor 的 filter，在 filter 过后，我们才敢喝那些水啊！啊，这个是水的污染，还有很多重金属，好像关丹的离开工厂区呢，是非常的靠近工厂区那些chemical 排去那里，都是排在海里面，所以呢，这整个的 distance 呢，讲真的不超过30 km，我们没记错，不超过30 km，所以那个污染物呢，还是会漂流过来的。大家讲有没有这样可怕啊？当然你可以不相信。大家记得吗？日本福岛就是有一次，就是那个核子发电厂发生问题，那个富士啊，OK，能够从日本，OK，飘到去美国，那个整千个 km 呢都能够飘到过去呢，而且这只是30-30 km 呢。我不懂你那区有什么，所以水污染，空气也是被污染，我不懂了，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呢？给马来西亚呢，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对不对？但是马来西亚呢，有几个季节的，一个呢就是很多蚊子的季节，OK，每一天呢蚊子很多，给蚊子咬，所以那时候我们做很多的防备。第二个季节呢，就是我们附近邻居，可能是我们的地区或者邻居国家，然后呢天气太热了，OK。Okay， 就是烧了那个森林，结果很多烟飘完过来，然后呢，很多时候在最近的报道就说呢，在马来西亚驾车呢，给一年呢会塞车塞了48个小时，所以这些都是空气的啊，然后疾病呢，打针呢，吃药了。现在呢，讲真的，OK，谁没有打针的？这两年有没有人没有打针的？OK，今年呢，这两年我打了三支针，OK，打了三支，所以呢，这些也是一些。毒素来的，OK，情绪压力，OK，就是可能大家 lockdown，特别是从几千，OK positive case 跳到10多千，跳到20多天，跳到27千，听说今天原本是30多千的，听说了，OK 啊，not official 啊，30多千的那种紧张压力，那种郁闷呢，我们憋下来的话，OK，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回到家就是可能跟另外一半吵架，然后呢跟孩子骂架，结果呢把那种情绪也带回家，结果呢工作也不太舒服，回到家也不太舒服，那种压力压下来，讲真的会非常破的。很多人开始说，哎呀，我开始就可能有些人要吸烟啊，喝酒啊，OK，慢慢的要觉得讲要减压，这全部都是一些不好的毒素。当然，你能够避免多少？我相信没有人能够避免在这个毒素的毒素，如果进到身体里面，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呢？毒素在我们的肾，如果在我们肾脏里面呢，在心肝脾肺肾呢，OK，会搞到我们身体什么内分泌失调。然后呢，如果在血液里面呢，OK，就出现三高啦、贫血啦、心梗啊、脑梗啊、癌症等等疾病。如果再尝到我们的手手脚脚的四肢啊，有时候就腰痛啊、腿痛、脖子痛，不懂什么痛，简直就是有点酸痛。OK，睡完觉呢还是酸痛，因为这个就是毒素。如果毒素在我们的肌肉、皮肤啊，就是长瘤啊、长痘啊、长一些牛皮癣啊，OK，很多东西长斑，什么东西都来，这个就是毒素很厉害。你可能讲我没有毒素，OK，试想想，如果这四个里面呢？这四个毒素 symptom 里面，如果找到一个的话呢，你是有毒素的，每一个人都有，没有？好，到了毒素，我们讲 focus 在那个我们的肠道，肠道讲，哎呀，肠道有很多毒素，对，给肠这个肠道，我们的给伸直肠，给横直肠了，降直肠了，到我们的肛门了，注意看呢，如果我们吃的食物，OK，那直接吃完东西过后，我们经过身体消化，消化过后呢，我们就去。厕所排便，OK，问一问大家知道啊，肛门的动作是肛门的功用是用来做什么？大家知道吗？肛门的功用，
肛门的功用，有人知道肛门的功用做什么吗 ？OK 啊，那如果知道太进去，不知道没关系，等一下还跟大家讲。So， 把食物从肠从我们的胃胃刷到小肠，然后送到大肠，这个然后呢，这个食物残渣呢就慢慢挤上升上升上升，然后打横 ，OK， 这整个过程呢可能就是要一段时间，看我们吃什么食物，然后到我们降直肠，然后到我们肛门就把它排便排出来。如果有便秘的朋友，就是每次上厕所感觉还没有大完的，还没有大不完的 ，OK， 你看呢，你的每天流一点，可能你的身体的大肠的毒素已经累积就整三天到四天的一个毒素，哇，大多大便，对，肛门的工作就是捡大便。你大家有没有感觉？你完过后呢，你一种收缩的感觉，把那个大便给捡一捡，就变成一条很漂亮香蕉型的大便啊。对了，这个就是肛门，这是肛门啊，开个玩笑，但是这个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OK， 因为讲课也好，我们不要太过严肃了。OK 啊，但是主要这个毒素呢，真的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就是排便排不干净 ，OK， 排不干净的话呢 ，OK， 我们讲哎这样的情况啊 ，OK， 这个可能不是我啦，我没有这样的情况了，但是我们注意看哦，我们的长度，每个人长，我们的大肠、小肠，我们肠啊的长度都不一样，但是大概就是我们平均每个人的身高4到5倍。所以你想一下啊，我们吃完东西进去，那个食物要从我们的身体给慢慢 digest， 慢慢去到肛门，让肛门剪断那个大便呢。这个食物啊，它整个 digest 啊，大概你4个人那么高的高度，你觉得啦，这些毒素在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机会累积？有，而且是非常大的机会的累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肠，从生殖肠 OK 到横结肠到 OK 降结肠。到直肠肛门毒素就可以累积在我们身体，所以再 check 一下皮肤有没有问题。给很多人讲，我皮肤最近啊，这可能是过年啊，特别油啊，有痘痘啦，可能暗黄色，因为煮很多菜嘛，最近可以过年嘛啊，有点烂，有没有吃很多？哎，我朋友了送给我很多那个食物，还没有吃完，我就帮忙吃咯，有皮肤问题，然后呢，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恭喜发财的时候，那个财字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味道啊就拱出来了，哇，那个够力哦！你朋友给你红包又不是，不给你红包又不是，那个脸整个清到完，那口腔的异味，就是因为我们的肠塞着那种味道，够上来，然后呢，月经不顺的不调的，然后有便秘的问题 ，OK， 便秘就是上厕所不顺 ，OK， 大不完。或者是有时候上完一次啊，很快又要再进多第二次，又还有的放给、okay， 等等的，或者大便呢太过稀烂了。真正一个好的大便呢，大概呢健康的大便呢，大概将一个香蕉这样的长度，然后呢它是浮在水面的。我相信应该没有多少个人呢有那么健康的一个大便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喜欢吃东西 ，OK， 谁喜欢吃东西的有没有？所以好像我就很喜欢吃东西的。他一个蜜有没有？哎，我很喜欢吃，讲真的，每次去每个地方啊，我都找东西吃的 ，OK， 找当地的一个美食。但是很多时候我没有泼上来，我在吃着你们就好了 ，OK， 一边听一边吃 ，OK 啊 ，OK。所以如果当你们要解决，很多朋友说要解决问题过后，我们就开始用什么方法呢？用这套叫做。Clean Line， 以前呢，我一开始为什么卡在 Supervisor？ 因为我只会卖散货，就是一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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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朋友用一罐喝进去讲，没有拉屎哦，没有什么感觉哦。OK， 大家有试过吗？大家认同吗？卖一罐给我们朋友呢，简直来讲就是浪费他的钱的，因为他喝一罐是喝爽，那个、感觉是没有的。如果大家觉得，真的是浪费他的钱的话呢，他一个 yes 一下 ，OK， 因为我们就是要我们朋友啊达到那个效果，，OK， 所以这个是非常以前就是我一罐这样子啊，结果呢，我的朋友有没有感受到那个效果，他就
不会加 repeat order，不会加 repeat order 呢？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OK，我的 CC 也很慢哦，要完成五个 CC 也很慢哦，要完成 incentive 也很慢哦。结果呢，每一次到月尾的，后来我就了解，我们要让我们的朋友真正感受到效果，真的有那种排毒，OK，排毒，然后那个口臭没有掉很多，反正让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就是要有排毒了。所以 clean line 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的排毒一个配套，最主要就是这边应该是五个产品的，五个产品，OK，最主要就是我们看呢，芦荟能够提高新陈代谢，OK，鱼油呢，鱼油呢让我们血管畅通，花粉呢，OK，帮助燃烧脂肪，而 forward light 呢能够减少那个饥饿的感觉还有一个 fiber 的，一个 fiber 的，OK，那个 fiber 呢讲真是非常的好，如果身边有糖尿病的人，OK，一定要给他用，或者他又跑完 green light 过后呢，fiber 一直要给他，因为他能够帮助给我们大家体重呢不会往上跳，往上跳，OK，所以大家来看，OK，green light 我不会哦，所以当初以前我也是不会嘛，后来呢公司开始做很多的做很多 training，就把整个 green light 9天，我们跟着这个 formula 跟着跑就可以了，OK，跟着跑就是说早餐哦120 ml 的芦荟，再加上水4克的花粉，2克的鱼油，然后做30分钟的运动。3分钟运动可以做什么运动呢？给有一个运动，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可以做了。给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找一个叫做塔巴达，OK。如果马来文叫做斯塔巴达，OK。骨都断了，给塔巴达，OK。塔巴达的运动去做了30分钟，OK。然后呢，做完过后呢，就可以 enjoy 那个 fiber 一条，OK。然后呢，到午餐同样的就是芦荟。花粉，给、okay, 营养粉、鱼油，就这样子的跑 clean line 旁边呢。第一天到第二天，我们就要给把食物给断食，因为断食疗法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法来的，帮我们断食呢，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有深度的去做一个给、okay, 排毒，深度做个排毒。当然，这个概念很简单了、啊，概念很简单，因为我们刚刚过完年嘛。Before 过年之前呢，讲真的，我们都做很多大扫除，对不对？就开始做断舍离的动作。断舍离动作就是把应该不要的东西全部把它断掉、死掉，然后丢掉。Okay? 同样的，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需要做一个断舍离。断舍离就先做一个断舍，OK，把不要的东西、脂肪啊、毒素啊，给它排掉。所以呢，这 clean line 就是很重要。平常当然我们可能有喝芦荟啦、吃保健啊。不管你在吃什么公司产品都很好，一定要去吃，继续，因为有吃营养就有饱，OK，就有营养就有补，就有饱到。OK，那最主要，如果你的肠道塞了，你的大肠小肠都塞了，OK，怎么来补呢？加上家里的龙缸，如果塞了，会不会淹水？那臭水啊，那种臭食物、臭味啊，全部会浮上来，就是因为龙缸塞了。这个时候你吃再多东西都不能够通。所以呢，一定要用 clean line 呢，把这个身体的龙缸，就是我们的大肠，给把它清除掉，清除掉。然后呢，第三天、第九天，照根，给整个的 formula，这个就是 clean line 的配套，给有没有效果？有，给当然有很多 testimony 了。如果你要看 testimony 呢，你找你约你进来的朋友，让他给你看，给很多的一些 testimony。这边呢，当然我也给。show 几个 testimony 了，OK，好像在右上角的，就像这个叫做Yoshida，它是从80 kg 降到了去60 kg，结果它的 testimony 啊，发生什么事情了嘛？它就这个 testimony 啊，帮助他在佛尔赚了好几百万，就是他可以做到什么？一年可以赚整百万，就是因为这个见证这件，所以呢，为什么我能够从 supervisor？卡那么久，就是因为我不会卖配套嘛，因为不会卖配套，顾客朋友看不到效果，就没有 repeat order，结果就卡在那边。当会推配套过呢，朋友用了 clean line 觉得哇效果很好，他就开始对别的产品比较有兴趣，所以就更加容易的去做一个分享。当然，有可能说，像我的朋友不能够断食怎么样呢？他也不喜欢喝这个 forward light 这营养粉，跟没有关系，你可以让他跑 ROA。而那就是一天一瓶的一个芦荟汁，哇，很可怕的，一天一瓶，喝法很简单的，OK，就是呢，你找一个杯，一个杯大概是200 ml 的，OK，每一次
OK，把那个一个 liter 啊分成五杯来喝，所以呢，就是一天喝五杯，就把一瓶的芦荟汁给喝完了。它是一个对人体进行了一次过的自我净化，清理肠胃，排除毒素，可以降低脂肪，给等等等等，给改善健康，给修复身体的功能，给促进慢性疾病的康复，活化我们身体细胞，然后呢，得到了延年益寿，OK，然后呢，不老的感觉，不老的感觉啊，这个就是 ROA，一天一瓶。当你问我要不要戒口，哎呀，你当你跑这个 ROA 的时候，你要做断舍离嘛，拜托就是可能煎炸油辣炒，OK，少一点，少一点，尽量吃得清淡。这样吃的清淡，OK，好，我们再看下去，OK，所以我们的很多开始，还有我们师傅啊、师母啊，OK，很多们都在开始在跑，所以很多人，如果你有见到我们的话，你发现一个东西的，我们的脸呢，永远会带着一种闪亮的感觉，bling bling 的感觉，谁很想啊？很想，OK，你朋友见到你的时候，你的脸是一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那这样讲，我的脸很美哦，有种很水嫩嫩，bling bling。Q 弹的感觉，谁想要的？给他一个蜜，他一个蜜，水嫩嫩 Q 弹的感觉，细菌的脸，滑滑的，那时候苍蝇呢都不能够站在脸上面，有吗？有吗？有吗？OK，我很想要了，但是因为什么想要呢？一种虚荣心呢，我只是要比我的同学更年轻就好了，人家叫他们安哥，人家叫他们，当然现在很多人叫我安哥啊，安哥了，但是我希望到。我的那些比较年轻的叫我昂哥，我接受，但是他们叫阿伯、伯伯或者婆婆，他还是叫我昂哥，我就 OK 了啦，我就 OK 了啦啊，就是要保持。所以你看，给、OK, 一天一瓶芦荟，为期八天，为什么是八天呢？因为肠道的细胞的 renew 啊，大概是3天，我们的胃的细胞呢 renew 呢，大概是7天，所以呢，这个八天刚刚好是调我们的肠和我们的胃。当我们肠胃给调好、给排毒过后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吸收营养呢就会事半功倍。所以为什么 Creatine 或者 ROA 呢用来做一个 Kickstart 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想象一下，你的朋友如果今天用的效果很好，他会帮你做，帮你怎么讲？他帮你去做一个recommendation 吗？会。才搬出来跟，所以呢，referral，所以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你的顾客呢也慢慢的随之给增加，就是因为有人做 referral，所以我很多的顾客呢，事实上呢都是经过 referral 被别人 refer 进来的。OK，我们再看啊，这个叫 testimonial 的，这个你 print screen 吧，print screen 你就看他们写什么东西吧。啊，ROA，OK，第六天啊，第三天啊，第六天啊，然后第六天啊，第二天啊，等等啊，他们的。感觉这个是之前我们有做一个 WhatsApp group，里面有提到的。OK，然后跑完过后，ROA 或者是 Creatine，我朋友就讲，哎呀，我很想再瘦下来，做什么东西呢？我们还有一个配套叫做 F15，OK，就直接可以推这个配套。同样的这个配套呢，直接可以有整个 formula 照跑就可以了，照跑。所以呢，变成我们去 follow。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只是问他，哎，有根治吗？感觉怎么样啊？好不好啊？可不可以呀？啊，这样的，我们只是问一问而已，可以问一问而已。好，我们讲完了排毒，然后呢，就要血液循环，给肠道的问题，settle 过后，给就用 clean line 啊，Rx settle 过后，我们开始 settle 我们的血液的问题，血液循环，因为。有一个东西很好玩的，我不懂大家有没有听，唱歌。实际上以前有一个歌唱比赛呢，有一个裁判叫做小胖的袁老师啊，就是因为他摔倒，结果呢他的脑阻塞，现在变成是一个脑死的状态。所以呢，血液循环，我们的血液血管呢，如果塞住的话呢，真的很麻烦。OK，而且最主要就是我们刚才看自己手呢，很多粗壮。很多粗大的血管，但是到了我们手指这边呢，有很多微血管，很多微细的血管。最怕的就是你塞在微细的血管，这个时候对袁老师、袁伟伦，对这个微细血管塞住，你能觉得手麻麻。所以很多人说：“哎呦，为什么左手麻麻的感觉呢？”就是因为你的血管开始阻塞了，肩膀又麻麻的感觉啊。这个时候呢，真的一定要做很好的一个血液循环。我们看看呢、哦。
那他们曾经报道过，每小时5个人中风。OK，刚才从大概整，大概8点半了，OK，现在讲到9点20分，相信在外面呢已经有5个人、3、4个人已经在中风了。到了9点半呢，已经 confirm 有5个人在中风了。这是大麻第三个杀手的，OK。虽然大家在 Zoom 里面觉得很快活，但是不代表我们身边的朋友他们一定快活。这个是我们时常常看到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呢，真的是一个杀手。OK，为什么？为什么血管会不健康？正常的，在左边这个图呢，这个健康的血管它是完全没有阻塞，它外层有弹性，它内层呢很平顺，因为没有 blocking 嘛。OK，不健康的血管呢，它开始我们吃的，OK，来审一下啊，wake up bad，OK，还有肉干，还有鲍鱼，还有盆菜。还有烧肉，还有春卷，OK，这全部都是经过，很大多都是经过油炸的。油炸这些油啊，很多时候它带进我们身体里面，它就把我们的血管给塞住。塞住时候啊，OK，我们血就很难去流过，就是变成了会有 blocking，会有 blocking。OK，再看下来，而且健康血管到慢慢的有很少少的 blocking，到70% blocking 的时候呢，OK。这些 blocking 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告诉这时候呢，可能去医生说，OK，你要去做一些，你停嘴了，OK，不关我事，我只照讲而已，要不要？OK， blocking 时候呢，很好玩，OK，就是说，可能你开始吃药了，如果有比较有钱的，医院就 offer 你，要不要通波仔啊，去 IJM？OK，、okay? 我们的前任首前前任首相呢，就是我们敦马刚刚啊，从 IJM，OK，、okay? 出院了，可能就是因为这血管的一个 blocking，OK、okay?。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blocking， 大家应该都知道敦马他本身他吃东西真的很照顾的，相信我们这边没有人能够和他一样那么照顾，他也未必要去 IGN 做一些治疗，做治疗。所以大家发现70%，如果你去 IGN 的话呢，好消息 ，OK， 通一次波仔呢，大概是30千的马币，30千的马币，讲真的，如果用在佛尔保健的话呢，你可以用很多年呢，真是。我看用很多年都不需要去看医生，直接能够照顾好自己。OK， 到95%这个就造成了 OK 血管破裂啦，然后阻塞啦，然后心肌梗塞，一个不小心的倒下就完蛋了，倒下就完蛋。所以我们最主要动作呢，我们做一个 reversion， 从可能70% OK 导流回去 OK 一个健康的血管，这个是可以做到，因为我们人的身体的修复功能呢是非常非常的强，非常非常强。OK， 所以这边呢用什么东西？就是用鱼油，鱼油就是这边跟大家分享呢，就是佛尔的 Artixi。在 Artixi 呢，大家看到左边这个照片呢，这个鱼油是爱斯基摩人的护心秘密，就是这个医生 OK，Dr. John 对不对？OK， 他就去到北极这个地方，他们研究为什么北极的人呢没有心血管疾病，因为我们知道北极太冷了嘛，根本就不可能种菜啦，种水果菜嘛，吃什么呢？就是每天都是要吃肉，吃很多的肉，因为这吃肉呢才能够帮他们身体保暖，给让他们身体呢有更多的脂肪，不会被冰冷或者冰冻死啊。所以 Dr. John 发现呢，给爱斯基摩呢很喜欢吃深海鱼，然后深海鱼里面有什么东西，就是有 Omega 3。Okay， 当他发现这个 Omega 3的时候呢，他就被诺贝尔奖呢颁发他一个给诺贝尔 Award。他就变成了我们叫他 Father of Omega 3， 就是他 discover Omega 3的。OK， 所以佛我今天用的就是他的 formula， 就是他的 formula。OK， 所以很多报道 OK， 诺贝尔一些奖候选人啊，这个就是当初他以前发现鱼油。所以如果你要用 original 的鱼油呢，一定要用 Dr. John 的。Dr. John 的呢，就是佛我的 OK Artixi 啊，佛我的 Artixi。佛尔德西它有什么好处呢 ？OK， 它 EPA 和 DHA 是最佳比例3:2。OK，DHA、okay? 呢 ？OK， 我讲 EPA 它除了通血管之外呢 ，DHA 它有一个更好的好处，就是它能够 bypass 我们的那个脑下垂体的 blocking 呢，能够把这个油那个 DHA 呢进到我们脑里面呢，可以软化我们脑的细胞。OK， 当我们脑细胞足够软化的过程，代表呢我们很能够灵活的想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可能不必要的脑的疾病，比个例子是说Parkinson 等等。OK， 而且 DHA 呢对眼睛呢也是非常的好，而且最好像这两年呢，我都一直在做 Zoom 呢，所以我对我的眼睛我是很怕，所以一直在吃很多鱼油，因为呢就是不想去戴眼镜。
不想戴眼镜，OK，可以的话呢，再拖多5到10年才戴都 OK 啊。所以呢，这个比例呢，3:1呢，身体更好吸收，OK 啊。而且呢，里面添加了维他命 E，避免这个鱼油的氧化，添加了橄榄油，OK，可以加速鱼油的效果。所以鱼油是 Omega 3，橄榄油呢是 Omega 9。OK，3+9，它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快。OK，橄榄油有什么好处？它含不饱和的脂肪酸，能够提高 HDL，减少 LDL。HDL 就是好的胆固醇，LDL 呢就是坏的胆固醇。简单来讲，LDL 呢可能就是垃圾车，就是垃圾；HDL 呢就是垃圾车。我们过年丢很多断舍离，丢很多东西了。如果我们丢在路边，丢在垃圾桶，是不是很多？Okay, 如果这个时候呢，垃圾车就是 HDL 不来收的话呢，你觉得那个垃圾会不会臭？那个是垃圾肯定会臭。所以呢，如果我们身体有足够的 HDL，足够的垃圾车，把我们身体坏胆固醇呢，一直这样送出去的话呢，我们就可能够把那个血管给 reverse 回去。而且呢，橄榄油有靠高抗氧化的作用，帮助抗炎，OK 和血液的凝固。OK，我这几个分享，因为我本身的腰部呢，都是不是一个都受过伤，所以呢，久不久呢，都有一种酸痛的感觉，好像上前几天都是一直很酸痛的感觉，感觉像有点发炎了，身体发炎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就吃很多的鱼油，OK，一天呢吃整大概整六粒，吃大概整六粒，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这种酸痛啊、发炎呢给它压下来，所以这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OK。所以长期服用橄榄油的人哦，他患上给健康疾病的风险呢，是比一般人低的。OK，再看鱼油这边刚才也提到了，OK，Omega 3、Omega 9，OK，它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高胆固醇，能够预防荷尔蒙失调，而且白内障，OK，白内障能够抗炎作用的关节就是我关节疼痛嘛，关节发炎嘛，就是它能够帮助关节呢，好像它还特别对一些疾病，像牛皮癣啊等等皮肤的问题啊，都特别有帮助的，特别帮助的。OK，再看。OK，这个就是也是讲到鱼油的，它是减少我们心血管 OK 那个的疾病问题，而且呢，它最主要还减少关节僵硬，给减少风湿性关节炎 OK，不需要去用很多依赖太多的一些药物啊。我们做运动呢，最怕什么？很硬啊，整个萝卜这样子啊。所以如果你不要整天硬呱呱这样子呢，OK，鱼油呢真的不能够少。所以你觉得？这2年，MCO lockdown 或者已经很少运动了，发现身体有点硬，OK，有点硬，硬在不对的地方，就在关节啊、腰啊、手啊、脚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时候吃鱼油的，OK，吃鱼油的，把我们的，OK，血液循环给做好。好了，OK，轻调，OK，血液循环做好过呢，我们就要补充营养了，OK，补充营养了，补充营养呢，OK，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东西就是，OK，我们人体呢一天呢必须要有，OK，但这个图很复杂，很复杂，OK，看不懂没有关系，你要看懂46种，对不对？OK，最主要我们细胞每一天要有46种营养，OK，这46种营养呢，OK，我们每一天都不可以缺少的。如果我们要有正常的吃食物，来达成吃到46种营养呢，我们一定要吃到35种不同的食物。OK，今天大家有吃到35种不同的食物吗？我是没有啦，老师，我是没有啦。OK，早上就吃了地啦，然后 forward light 啦。OK，午餐呢吃一个炒饭，然后呢，还有个 tea break，OK，就吃面包，OK，喝一杯咖啡，OK，然后晚餐也是很简单的，OK。两菜一肉，OK，就这样的情况，所以一天呢是吃不到35种的食物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来补充我们身体足够35种的食物呢？当我们身体不足够营养的时候呢，慢慢的人呢会觉得越来越累，越来越累，越来越累。慢慢的时候你就很没有活力，没有动力。结果呢，人家看电视的时候你是被电视看，OK，驾车的时候呢一边驾车一边打瞌睡。OK，或者在工作时候呢，一边对电脑一边打瞌睡，那整个人空掉、空杯心态、断片。OK，如果你有断片的感觉呢，跟你说，这个就是一个 signal，跟你讲，你身体的营养真的很不够了，真的很不够了。所以要补充呢，第一个就是每天早上我非常喜欢的 forward light。OK，因为呢，有一个报道这样，为什么用 forward light？这个是题外话了。OK，有一个报道这样才说，当年龄层到了40岁以后呢，我们的细胞呢，每一天呢都会流失
那个肌肉都会一直在流失。所以为什么到一个 certain age 的人呢，他的身高会越来越矮，就是因为他们的肌肉一直在流失，他们的骨质呢也是一直在流失，所以呢身高就越来越矮。所以为什么 forward line 呢？要 forward line 就是因为我要它补充我的肌肉，因为肌肉对我们的人呢非常非常的重要。forward line 呢有丰富的蛋白质，对细胞的再生修复很重要，还有维他命 A、C、E 对抗氧化、抗炎很重要，还有这个chromium 呢，它就帮助调节我们的血糖。所以呢，forward line 呢，如果给、okay, 很多问糖尿病能不能够喝，可以喝 OK。然后呢，帮助我们的胰脏。不是我们阿姨的脏腑啊，OK，不是我们阿姨的脏腑，那个叫胰脏，OK，这个胰脏呢叫 pancreas，pancreas 呢，它刺激我们的 pancreas 呢，OK，能够制造这个胰岛素。很多人为什么糖尿病他们打针呢？打什么？他们就是打那个胰岛素啊。而 forward line 呢，能够帮助刺激生产胰岛素。所以你觉得 forward line 对糖尿病的人有没有帮助？有，所以对一型、二型糖尿病呢都有帮助。一型、二型就是说呢，先天和后天的人啊，先天有糖尿病家族遗传或者后天。因为吃太多了，糖尿病的人都很有帮助。Forward Light 非常重要。OK 啊，大家看到 Forward Light 和外面的有什么啊？我们的有什么特别的？我们的这个大家可以 print screen 啊，可以 print screen。最主要是它是很环保，它不是用机改的，就是改过基因的黄豆来做 produce 的。因为在外面很多黄豆它是经过基因改造的，Forward 没有用这个基因改造的黄豆，而且它最主要的，OK。我们身体要的氨基酸，OK，18种氨基酸，12种维生素，6种矿物质，然后呢，还有我们独特的配方呢，这个全部都是让我们身体呢能够有100%很好的吸收，很好的，就吸收到营养足够的话呢，OK，慢慢你就觉得人会比较精神，慢慢的呢，你就觉得更有动力，慢慢的觉得你就好像 reverse 回去，越来越年轻，从40变30，30变20，哇，那感觉。应该是非常的好了，就是说如果在过年期间呢，可以通宵打麻将的感觉应该是非常的好，这个叫做 reverse 营养分呢，真的非常重要。OK，提升肌肉也提到了 OK，然后呢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大家 print screen 就好了 OK，print screen，因为里面讲太多一些term 小的，好像 aminodine 啊 aminogen 啊 aminodine 啊什么 PDCAAS 啊 OK，这边都是我们独特的一个配方的。看不懂没关系，这跟你讲，这个专利呢是特地为我们而设立的，特地是为我们 OK， 让我们可以 reverse 回去 OK，reverse 变成越来越年轻而做一个 design 的 OK。然后呢，如果今天你要吃到 forward 的营养价值了，如果一个 scoop 里面打开一包 forward 打开过后，里面有一个 scoop， 里面一餐呢，从一个 scoop 的营养呢，大概有2颗 lemon OK， 然后呢半颗的 carrot。Okay, 就是维他命 A 了，然后呢，有2盘的青菜，如果不想吃菜的朋友，一定要吃 forward light。OK，我们有足够的 fiber， 2杯的牛奶补助我们的 calcium。我们骨质需要什么性？我们骨头呢，就是需要 calcium。不想越来越矮的话，不想越老越驼背的话呢 ，forward light。OK， 有两片面包 carbohydrate， 一颗蛋糕，一颗鸡蛋 ，OK， 和一片火腿，足够给我们身体的一个。protein 还有一片牛肉，所以呢，整个下来的话呢 ，OK， 吃一个 scoop 的 forward line，OK，、okay, 大概就等于吃了那么多东西。所以呢，如果以经济角度来看呢，它是非常非常的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OK， 很多的打法，你要掺watermelon 也可以，你要做 milkshake 也可以 ，OK， 很多很多的做法，你要掺那个蜜瓜也可以，你要掺香蕉也可以。但是我没有看过有人掺榴莲呢、啊。如果有人试的，可以给我们知道一下那个味道怎么样？应该我感觉是非常的蛤蜊一下了 ，OK， 应该是搞太蛤蜊了 ，OK 啊，不要去试了，还是不要去试了 ，OK， 我觉得太蛤蜊了，掺榴莲，想象一下 forward light 和榴莲打在一起，做 cake 应该是不 OK， 做 cake 是不 OK， 榴莲 shake，OK 试一试 ，OK 试一试，给、okay, 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啊。有很多的 formula 的 ，OK， 所以 Google 一下，你一定找到很好 forward light 呢，真的可以很 flexible，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一个口味啊。OK， 除了 forward light， 还有蜂王浆。蜂王浆呢 ，OK， 这是一个超级的食物，它只是为蜂后而吃的。蜂后啊，每一个工蜂啊，一个工蜂，蜜蜂采花蜜，
回到他的窝，蜂窝里面，然后呢，它 produce 那个蜂蜜啊 ，produce 那个花粉等等的，那个叫做工蜂。工蜂呢，平均呢、啊，平均呢可能是两个星期，大概14天的寿命。而蜂后呢，它是工蜂40倍，大概3年以上。为什么呢？它就是他们专门蜂后呢，专门吃蜂王浆，而工蜂呢，只能是什么花粉 ？OK， 花粉很可怜的人呢，它特别快就死了。OK， 啊，蜂王浆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 R 物质啊，这个 R 物质到现在为止、啊，科学家还没有办法把它化解出来，到底什么东西？但是只能够知道这个 R 物质啊，对抗老化 ，OK， 而且能够稳定女性荷尔蒙的症状。如果月经的问题，如果能够稳定荷尔蒙，月经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OK， 就不需要每一个月痛两天，就不需要来的时候 ，OK， 要睡在床上面 ，OK， 要来的时候呢，抓老公、男朋友来骂。这个物质应该是很多男生应该很需要的东西，不是女生。OK， 如果男生们，如果你老婆，如果你每一个月会受气，就是被骂的话了 ，OK， 这个蜂王浆应该也是时候了，能够救到你。OK， 然后呢，里面呢一打开的时候是整颗的，整颗就是我们用 cool plus 的 technology， 很多在外面都是以 liquid type，liquid type 呢很容易氧化，如果是用 cool plus 的话呢，它就不容易氧化，所以呢，那个效果没有不氧化呢，就它效果会能够更加有效，更加容易被身体吸收。所以呢，你就买对了一个很好的产品，帮助到你身边另外一半啊，另外一半。而且呢，女性的话，如果每一个月你都会捉孩子来骂，这个也是时候了。对 ，Jackie 提到长生不老的秘诀就是我来决定。OK， 啊，里面还有很多东西。OK， 这个就是一些专利等等。OK， 这个就是蜂王浆。蜂王浆里面有什么东西？打开来看的话呢 ？OK， 打开来看的话呢 ？OK， 这个就是它里面有的一些营养成分啊，大家可以 print screen， 到时候你慢慢 zoom 来看。最主要它里面有蛋白质、必要氨基酸、单糖、18种氨基酸，8种是必要的。OK， 然后10种是非必要的，有维生素。OK。B 群可以直接被人体吸收 ，OK， 也是能够帮我们身体做一个造血的 ，OK， 什么产品有 NNM，NS stand for 什么？可以太太嘛 ，OK， 麻烦你 ，OK， 再看 ，OK， 当然到蜂蜜，这个蜂蜜呢，当然现在我跟大家讲了，大家觉得要讲咩 ？OK， 因为已经给人抢断货了嘛，讲真的，我也没有抢到很多 ，OK。大概60瓶 ，OK， 但是已经完了。这个就是黎曼 ，OK， 就叫佛威的蜂蜜呢，它是有3000到7000种花的纯正的一个蜂蜜，它是水溶性，说代表什么东西呢？很多老人家他们吃东西很容易反胃，因为他们肠胃已经不好了，或者小孩子也很容易反胃，在这个时候呢，他要补充营养呢，本身有点难度的。但是蜂蜜呢，它是水溶性的，你可以冲在杯里面。你冲的时候呢，记得不要用铁的汤匙，不要用铁杯 ，OK？ 你把它搅一搅够，你就可以喝，它就能够直接被人体吸收。当然都问，哎呀，这样子糖尿病呢能不能够喝呢 ？OK， 糖类有两种了 ，OK， 糖两种了，一个叫单糖，多糖了 ，OK。我们注意看呢，外面我们吃的葡萄糖、果糖，我们吃的饭 ，OK， 米饭全部都糖类的。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吃的米饭。或者麦片呢，我们吃了过后 ，OK， 它经过咬，然后送到我们的胃，把它变成一个好像浆糊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再进到我们的给、okay， 消化系统，变成从这个变成麦芽糖的情况，然后呢，萃取这个葡萄糖，然后呢，身体才能够吸收才有一个热度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吃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吃蜂蜜的话呢 ，OK， 你看呢，吃了 ，OK， 身体就能够直接吸收。就是说，老人家、小孩子 ，OK， 他们缺乏营养的话呢，蜂蜜呢，真的是他们必须要的东西 ，OK。而且呢，如果是特别一些不能够吃白糖的，这个是白糖的代替品呢，它的装罐呢，讲真的就是很特别的，不透光 ，OK， 它能够减少水分的接触，而且呢。让佛的蜂，让里面的蜂蜜呢，不会给阳光给破坏掉它的成分。OK， 这个抗衰老的成分 ，OK，increase energy produce。OK，
forward light， 还有这个 forward light， 啊，那个 royal jelly， 这些都是有抗衰老的。OK， 就抗衰老效果。OK， 再看这个就是蜜蜂蜂蜜里面有的一个营养成分，一样的成分。同样的 Prince 下来，因为这个不可能来讲的，讲完都是天亮了的。OK， 那么再继续再看，还有到花粉了，花粉也是一个完美的食物，就是植物界的鱼子酱，鱼子酱。非常的贵，如果你吃过的话，你会非常喜欢它的味道，因为它是真的非常的好，非常好。最主要就是，OK，里面有什么东西？50% 的糖类，20% 蛋白质，10% 的脂肪，3% 的一个矿物质等等。这个也是抗老化的，这个也是抗老化的。这个特别是给男性，特别是给男性。蜂皇浆，女性的；花粉，男性的。OK，蜜糖呢，你可以给。比较上年级的或者是小孩子，所以它很容易区分的。这些产品呢，都是给我们补充足够的营养。OK，足够营养。OK，这边呢有提到就是我们的专利了。OK，然后呢去壳专利等等等等等等。OK，我这边就快速跳过，因为谈这个专利，我觉得要把它谈的深入呢，应该就是把这个蜜蜂的产品呢直接再开一堂课，直接讲蜜蜂的产品，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的细节，太多的专利可以讲了。OK。这个就花粉的一些功用，它里面有的一些营养素。同样的，你可以 print screen，print screen 过后呢，你可以 zoom 大的慢慢去看。OK，就是我们人体每一天需要的46种营养的话呢，好消息，OK，花粉、蜂皇浆、蜂蜜，然后呢 forward light 都能够给到我们。当我们身体有足够的营养过后呢，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我们的每一个 organ 能够 function very well，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我们要的效果，OK，就是没那么老，没那么快老啦，OK，看起来变年轻啦，皮肤水嫩嫩啦，OK，然后呢，骨骼健壮啦，等等等等，人也比较健康，OK。好，看完过后呢，我们就叫去到的防，就是这个免疫系统啊，这个就是这2年非常 hot 的一个 topic，就是免疫系统了。我们要怎么样来提高我们青条过后呢，OK，补充的营养，然后呢，到第三个角就是。免疫系统要提高这免疫系统，我们要看什么东西？来，我们再注意看。OK，首先呢，有提到就是大家最熟悉的，even though 我的女儿到从3岁开始，她2岁开始，她已经知道什么是维他命 C，而我们叫它叫做 absorbent C，absorbent C。OK，absorbent C 呢，OK，它很特别的地方。所谓的 absorbent C 呢，它里面有一个燕麦 flour 吃过。所谓的 absorbent C 呢，当你含在你的嘴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粗粗的感觉，一些颗粒的感觉，它不是 plastic，OK，它是 oat，就是燕麦麸，OK。燕麦麸呢，就好像一间家，维他命 C 呢，就藏在这个家里面，OK。当我们身体需要维他命 C 的时候呢，OK，这个燕麦麸呢，它才慢慢慢慢的 release，慢慢把这个维他命 C 呢给释放出去，让我们身体吸收。所以呢，这个燕麦麸呢，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帮助维他命 C 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延长4到5倍。因为维他命 C 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维生素，就是今天你吃外面的，给大多数啊，大多外面的维他命 C 是，你吃了过后，给你吃什么，去厕所一个小便，给这个维他命 C 就排完出来了，它很难在身体里面呢有一个逗留的，但是燕麦麸呢就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天然的效果。天然的效果，因为你可以想象，燕麦麸是一个家里一个家，维他命 C 是两只，那两只放在那个家里面，也有需要呢才出来啊，这感觉很简单，OK，更有效提高你身体的抵抗力咯，因为永远不缺乏维他命 C，纯天然，不然不含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最主要的就是啊，大家看到它是来源就是这个果，然后呢还有木瓜的酵素，OK。帮助吸收，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很重要的是，它是用蜂蜜来做结合剂的。你想象一下，OK，你的维他命 C 还添加了这个蜜糖，添加了这个蜜糖，它除了能够给我们抵抗力，还增加了这个营养价值。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外面的很多都是维他命 C，不管它给你多少，1000个 mg、500个 mg，它很多都是单纯的维他命 C。但是今天保我的维他命 C 呢，你能够拿到燕麦麸，OK，你能够没有添加色素，然后呢还有木瓜酵素，还有那个
应该叫做全莓果是吗？OK，还有蜂蜜，它是把它很好很多好处把它加在它身上啊，而且它的价钱真的非常便宜。OK，你知道吗？OK，我们身体啊，维他命 C 啊，身体是不会制造的，要经过蔬菜、水果，OK，才可以摄取。但是足够吗？我们每天吃到足够水果吗？今天你吃水果吗？今天我还没有吃水果，真的，今天还没有吃水果。OK，外面呢虽然可以买到，但是你没有发现呢，外面维他命 C 啊，颜色很厉害的，有紫色的啦，有粉红色的啦，还有什么颜色？还有什么颜色？OK，有些而且超高的 mg，其实我们身体啊。不需要那么高的各位维他命 C，很多人讲高才好吗？可以 imagine 呢、哦？大家有驾车吗？有去过油站打油吗？应该相信有的嘛。给、okay? 你去油站打油的时候，举个例子啦，你的油缸是打100块的，打满的。给、okay? 你可能打200块吗？不可能的嘛，它一定满到泄出来。所以呢，我们身体每一天呢，只需要是200个 mg，不可能你吃外面的。500个 mg，1000个 mg，就是 imagine 你车打油咯，全部漏完出来，这个是假尿逼啊，浪费的，真的浪费的，而且过量啊，过量啊，对身体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负担。这每一天呢，你可以摄取240或360 mg 呢，就是一个安全的一个指标，安全一个指标。OK，再高的维他命 C 呢，这边很简单，摄入。维他命 C 过量可能引起肾结石，可能起肾结石。这边都是提到了维他命 C 还有什么功效呢？除了免疫系统，它还能够美白，美白淡化那个斑黑斑，OK，延迟老化，OK，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心血管疾病、血管的健康了。补助日常饮食不足，就是我们吃不到足够水果，谁适合吃呢？不喜欢吃蔬菜水果，OK？我相信很多朋友是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菜，不喜欢吃水果的。常抽烟的人、喝酒的人、工作压力大的人、时常伤风咳嗽的人，要皮肤美白的朋友，给牙龈常常出血的、抵抗力差的人，这个就是适合的人群。大家注意到，OK 啊，这个就是它的功效了。再看下来就是蜂胶，蜂胶很简单了，一本书，这本书，OK 有74位的名医啊，一致推荐的一本书。这本书讲什么东西呢？蜂胶的惊奇疗效，OK，听一下，74位医生，OK，同一个时间，他推荐一定要用蜂胶，因为蜂胶呢能够抑制癌症，OK。能够防止结肠癌，给、okay? 肾的问题，提高免疫系统，给、okay? 啊，还能够大量的话呢，还能够恢复健康，恢复健康，给、okay? 来看，给、okay? 蜂胶它是天然的抗生素，它的抗生素就是它能够抗氧化，它的功能呢比我们吃 orange 给、okay? 高500倍，高500倍，OK，它是天然的，就是这个是整个蜜蜂。去采花粉的时候，花蜜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胶质带回去那个他的蜂窝里面了，他就慢慢弄成这个整个窝保护起来呢，这个叫做蜂胶了。里面呢，给、okay, 蜂窝里面呢，它是没有细菌的，它比我们的手术室给、okay, 更加健康，更加能够杀菌，强大的抗菌功能。OK，然后呢，能够抗发炎，给、okay, 提高免疫系统。然后，如果你身体有上敏感的朋友啊，你可以考虑试用蜂胶，肿胀的问题啊、疼痛问题，全部都可以。给、okay, 这全部都是很主要，能够也是能够同时间帮助我们血管等等。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呢，叫 Promising，这个啊，抗衰老就是将时间停留，给、okay, 青春更活力。给、okay, 为什么人会老化呢？很简单，OK 啊，这个是讲癌症先，OK。三大癌症：乳癌、大肠癌、肺癌。
为什么癌症呢？为什么人会老化呢？因为这有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OK，在很多外来，我们听电话、对电脑啊，OK 等等啊，吃不好的食物会产生很多的不好的自由基。这自由基呢，就跑进去我们身体呢，去破坏掉我们细胞膜啊，破坏掉我们细胞啊，破坏我们 DNA。可以想象它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小三，它就是小三。这个小三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呢。原本我们细胞是成双成对的，这个小三呢就去拆散这个细胞的一对对，OK，然后呢把那个细胞的拆散过后呢，那个细胞呢也变成小三，一直去抢别人的另外一半，结果呢身体里面呢有很多的小三，结果就造反了。造反这个时候呢发生什么事情？可能癌症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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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去抗自由基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 promethazine，OK，叫 promethazine。所以呢自由基因。自由基引发什么东西呢？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老化、癌症、皮肤组织受损，所以有的时候有些 wrinkles 等等呢，可能就是自由基的关系。连太阳光线都是自由基。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 promethazine，因为 promethazine 里面呢有七种不同种类的靠抗氧化的水果，水溶性、容易吸收、高抗氧化剂，这个能够减少自由基的伤害。给、okay，最主要这个东西。跟大家提个醒，这个产品一进到来呢，一定断货，一定断货。所以呢，少发腰，少满眸，这个是很正常了的，很正常。因为七种水果给大家看呢，不是那么容易把它全部收集在一起而做一个 production 的。OK，那么后面提到，OK，里面七种水果注意到，OK，这个是一个 ORAC chart，这个叫什么？OK。抗氧化这个 chart 啦，OK，什么食物呢？对抗氧化是特别好的，OK，大家注意看到后面红色的这几个呢，抗氧化呢都特别强。这个就是我们用的七种水果，OK，里面有石榴，一小粒小粒，很难吃，不好吃，不容易找，要萃取它的，它里面的东西呢，里面萃取它的 liquid 呢是非常的难，大家 print screen 就好了哈，我就不一一的那个讲进去。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OK，红酒是能够抗氧，绿茶是能够抗氧，OK，番石榴呢，它是红酒还有绿茶的三倍，在外面很多护肤品呢，他们是用绿茶，OK，或者用green tea 或者是 white tea，OK，因为什么呢？那护肤品呢就能够抗氧，所以呢，能够抗氧的话呢，代表我们细胞呢没有那么，我们皮肤没有那么容易的老化。而这个番石榴呢，是它们的三倍的抗氧化，三倍的抗氧化。还有什么东西？还有山竹，对，山竹在马来西亚呢，讲真的是蛮多，是蛮多。OK，但是 OK，但是 OK，你要 produce 给全世界呢，我觉得还是很不够，还是很够不够。它里面呢，能够抗炎、抗菌、抗敏感、抗癌。抗癌，OK，所以呢，喝它的话呢，有一个效果就是你的精力增加，你睡眠安稳，然后呢，头脑比较清澈。想象一下，如果你喝完 Promethazine 后，你可以睡得很安稳，这样子你足够的睡觉呢，能不能够帮助你给、皮肤更好呢？对，睡眠更重要，OK，重要。还有红莓，给、SOD 的，你看呢，减少脑血管，OK 的那个脑血管的阻塞，OK，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OK。然后对结肠、子宫癌、乳癌，OK，非常的有帮助，OK，这个叫红莓。然后蓝莓呢，这个很重要，眼睛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我们眼睛，它里面有花青素。花青素呢，OK，就是有一些人他很容易青光眼，OK，如果青光眼的呢，很需要花青素，所以这个在 Promethazine 里面也有，OK。黑莓有什么？它维生素 C 是苹果的5到6倍，葡萄的6倍，维生素 C 呢？真的是抗氧化的，OK，还有葡萄籽的萃取物，不是葡萄啊，是葡萄那个种子把它萃取出来啊。这边有什么东西可以减少老人痴呆的一个风险啊？减少老人痴呆一个风险，OK。这个然后还有一个 pear，这个是杨梨啦，OK，里面有足够的纤维等等等等，OK。来，这个就是整个的 Promethazine 了。如果我们要喝到足够的 Promethazine 的话呢，每天要有3000到5000个单位的。那个 ORAC chart 这个 ORAC chart 呢，用来抗自由基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吃到2 kg 的豆类、萝卜、苹果加起来要2 kg，然后1.3个 kg 的包菜，很可怜的，1个 kg 的洋葱，0.5个 kg 的那些橙的花青，哎，我们是人还是马还是什么东西啊？能够吃这样多面啊？
应该不能的。但是如果 promising 的话呢，一天60 ml 搞定，settle，settle。OK，after 完了过后，OK，after 完了过后，讲真的，这个整个轻条补房把它做好过后，当然了，很多时候我们朋友在做这排毒的时候呢，那个口气还是会有的，可能他们身上也熬着。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再加入我们的 daily use pack，这个 pack 呢，我们可以自己组装，自己组装，OK，有不同的 combination。这个 daily use pack 呢，举个例子，OK，好像说我太太她特别喜欢牙膏的，因为她以前是刷牙流血啊。刷牙的时候啊，一转过来好像僵尸这样子，可怕吗？如果另外一半，你早上跟他讲“亲爱的”，他一转过来就是满嘴都是血，你觉得可怜吗？他，所以这个牙膏呢，就是能够帮助他的给牙龈流血的问题，然后还有这个 Alu Lip 就帮助这个嘴唇，就特别刚这些 OL，deodorant stick 呢，OK 就是加拿大，OK 宣布，OK。然后呢，condition 洗脸洗手的 public screen 决定，这个就觉得这产品，我问一问大家了。如果你把这个产品分享给朋友，举个例子，你分享牙膏给你朋友，请问你需要教你的顾客如何刷牙吗？需要吗？应该是不需要，对不对？啊，应该就不需要。所以呢，这产品呢是非常容易的做一个分享，而且最主要就是 daily 这产品呢，它粘度很高。粘度，人家用了过后啊，Lips 他就喜欢 Lips，他不会换 brand 的。洗完牙膏他就不换 brand 了。洗完那个宣布，如果一个宣布洗掉，头发很美、很顺、很滑，不开叉，OK，不大、不黄色、不变黄色的，你会转 brand 吗？请问，所以变成呢忠诚度很高，你不用教你顾客如何用，用完了牙膏它很高的回购率，OK，他会不会说用完了你问他你要不要刷牙啊，他在 repeat 我的没有的。它很容易跟 repeat 的，而且可以 mix and match 啊，和 mix and match 啊，做一个不同的 combination，OK，mix and match，OK，跟你的朋友做一个 matching，OK，可能他需要宣布，OK，他可能需要这个deodorant stick，你可以做一个 matching，可能他需要，OK，牙膏再加 Alu Lips 也是跟 matching，可能他需要这个 jelly 加个 public screen 也是跟 matching，全部可以 matching 的，OK，是可以 mix and match，最主要当你朋友跟你说啊，我要 repeat order 牙膏啦，你可以送2支过来没？顺便我就问他，这样子你要不要排毒啊？你要不要补充营养啊？你要不要提高你的免疫系统啊？OK，这个时候呢，我们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 upsell，我们做一个 upsell，最主要是 daily 的产品呢，很容易推，给10多块、20多块、30多块。但是呢，它后面带来的那个 upsell 那个利润呢，是非常的高。OK，这个就是在 Super 是卡关很久啊。我开始会用这个做 upsell 的时候，慢慢的就它因为拿一支牙膏就 upsell 它拿一套的那个clean line upsell 它拿 OK 一套的那个 F15 OK 这样子呢，就把原本牙膏很便宜的一个 sales volume 把它提高。可以把它提高啊，这个就是很厉害的地方。Daily use，OK，、okay? 然后护肤产品，OK，skincare 很简单，OK，最主要有三个 category 了，三个的。三个 category 的话呢，OK，它最主要是针对18岁以上、中性皮肤、混合性皮肤，还有油性皮肤，它是一个很 basic 基础的一个产品。然后 Infinite 呢，都是给25岁，就是皮肤开始老化的。抗老化型的一个护肤产品，而 targeted 的 skincare 呢，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针对性的。举个例子，你要防晒就防晒，你要针对眼袋就眼袋，看对方要什么东西就给他针对性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的护肤品。当然，我不可能在这边讲完，最主要是你要了解什么的年龄层、什么种类的皮肤适合什么种类的一个护肤品，这个也是个配套。你朋友在跑这 clean line 的时候，在跑这 RA 的时候，他觉得，哎，我的皮肤想要更好的一个 improve，你有什么 mask 可以介绍给你给吗？你问他，像我你的皮肤什么？哦，中性皮肤啊，你可以recommend 他拿这个 gel mask，哎，gel mask，然后你跟他讲这样子啊，一支的效果没那么好啊，你试试一套，它效果更好。你又从一个 clean line upsell 到整套的一个 Sonia skincare 了，这个叫做。配套就是你又可以一直打很多功夫，打很多套的功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OK，再看啊，刚刚，OK
啊，我们有一个21天的换肤计划，OK 啊，这个如果你要了解的，可以看回我们之前的 YouTube，哇，那个效果真的，一句话，amazing，amazing，真的 amazing 啊！21天呢，你的皮肤呢变成嫩嫩、水 Q、弹弹、噔噔的一个感觉，21天，OK。然后呢，还有我们的 Start Your Journey Pack，OK 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觉得，哎，我要做一个 ROA，可以啊，这边有14瓶的芦荟，你就可以拿8瓶来做，OK，这个 ROA，然后呢，还有6瓶做什么呢？一开始跟你朋友分享这个事业啊，非常好玩。但是如果觉得如果要两公婆呢，可以，你就14，你就直接拿16瓶嘛。可以变成呢，可以两公婆一起跑 ROA 也可以。当你跑到很好的效果后呢，你就可以跟大家做很好的分享，就用很多的配套来做分享，从 Green Line 啦，从 ROA 啦，转到去 F15 啦，转到去营养的啦，转到去免疫系统的啦，转到去 Skincare 啦，转到去 Daily Use 啦，啊，你可以转很多，转了转来转去，变成了你的顾客呢会越用越有效果，他就会越喜欢。当然很多讲了，我一定要卖配套咩？比较好像比较难呢。我问一问大家啦，大家有吃过 McD 吗？麦当劳有吃过麦当劳的吗？OK，有谁没有吃过麦当劳的？谁没吃过？应该是不可能的是吧？大家应该都有吃过这个麦当劳。所以麦当劳如果你只是去吃一粒 burger 阿拉干，请问饱吗？不饱，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不饱啊，你说，哎呀，麦当劳骗人的，都吃不饱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买 combo，我们都会买 set，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会饱嘛。而且如果以生意角度来讲的话啦，今天大家发现吗？路边摊也有卖 burger，他们卖的是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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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卖。麦当劳卖的是一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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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set。你觉得一粒的生意好呢，还是一 set 的生意好？一粒吃得饱呢，还是一 set 吃得饱？肯定是一 set 嘛，对不对？所以呢，跑配套呢，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顾客有更好的效果。哎，当然，如果你的 set 做得很好的话呢，自然的你赚的钱也会更多，也更多，他也对你很高兴。OK 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个人化的一个配套，刚刚提到的咯。OK，ROA 十四啊，不是 SYJ pack 14罐而已嘛，14罐也对。OK，再加多2罐变成16罐，这是 customize 个人化的，就是给两个人可以跑这个 ROA 了，可以跑 ROA。然后呢，两套 Q9 再加2套的那个F15，两套 Q9 加两套 F15，就两公婆也可以跑，或者是一套 Q9 两套 F15，可以让他直接可以跑39天，这个叫 customize。所以我们还是要看对方的需求是什么东西，我们要 fulfill 对方的需求嘛。就你了解配套，了解服务产品呢，能够帮助到你。也再看哦，同样的回到去 incentive forward incentive。今天呢，如果你要完成5cc，有两个方案。方案一呢，A 就是你卖46瓶的芦荟汁，每一瓶0.109cc，你卖46瓶够呢，你就完成了 5cc。Option B 呢，就是你出 Green Line 呢，7套你就完成了5cc。如果以 part time 呢，好像以前这样子了，我自己的，OK，我如果我只是出散货的话呢，变成可能我要找46个顾客啊，我才能够完成我的5cc，是不是很慢？当我学会 Green Line 过后呢，7套变成我只要7个顾客，他用 Green Line 呢，我就完成了5个 cc。如果今天给你选择了。你的选择 A 呢，或者是 B 呢？如果给你选的话，A 呢，或者是 B 呢？当初我一开始我是 A 的，跟你讲，所以呢，一直都很慢，一直卡着说，不好意思，就是不会上去。当转去 B 的时候呢，啊，很好玩了，他就用很多不同的配套，同样的芦荟大师一模一样，给、okay? 一模一样。如果卖芦荟汁的话呢，要卖230瓶，哇，part time 啊，只会卖1罐1罐这样卖啊。230瓶呢，哇，很假辣呢，很假辣的。OK，所以如果是 Clean Night 的话呢，35套；如果是 SYJ Pack 呢，OK，只需要13套。A、B、C，你有哪一个呢？我们的
了解的人一看就懂了，对吧？所以现在你看到吗？配套的重要性，配套重要性。当然你问我，哎呦，这样子，我开始我不会了。当然没有东西，没有人呢，一生下来就会全部东西的。Nothing is perfect，OK？Only practical make thing perfect，only practical make thing perfect，OK？啊，这个就是整个看到了，2cc、25cc、75cc、100cc、120cc、120cc。所以如果你是卖散货来上的话呢，很痛苦。但是如果用配套的话呢，你会很兴奋，很兴奋，会很快。OK，再看所有的 incentive 5cc、elevator、F2D 等等等等，全部都是以配套来做，你就会很快，就会很顺，就很容易呢去到你的要的那个 CVM。OK，所以看看呢，如果一个 manager 年度销售是430千，OK，430千。你就平均年收入了60千以上了，整个一个 trip 呢大概是50千了，所以我们把这个430千呢，把它除以12个月，平均每个月是35千的收入。35千收入，如果你要卖一瓶一瓶芦荟这散货的话呢，讲真的，这个奖励呢是和你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会同样的以配套方式来做的话呢，这个奖励呢你是每一年都拿，每一年呢。都去旅行，每一年呢都赚这个钱。OK，再看 CBM 也是一模一样，700cc、150cc、600cc，同样的，如果散货的话呢，能够做得到吗？肯定做不到，对不对？所以一定是同样都是配套的力量，要完成 CBM，一定就是配套的力量，绝不对，绝对不是散货力量。所以这边，如果你还没有成为我们的 VIP 呢，OK，你的未来呢就可以从这个。SYJ Pack 开始，你可以和我们一起跑这个 ROA，或者呢，OK，你要 customize，你要加上营养粉啊，可能看一下你的推荐的还有没有鱼油啊，那个加营养粉啊，fiber 等等啊，OK，跑一个 clean line 也很好，顺便跑这个F15 也很好，OK，或者你要加上一点daily use 东西啊，给家里人用啊，OK，来开始也很好，OK。这个就是今天 OK 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我一些本身一些过程这边希望能够给大家得到大家能够听到想要的东西了。OK，这边把麦交回给我的 MC Jackie。谢谢 Sean，谢谢。哦，原来卡是刚才我的线卡，不好。不好意思，因为我的线有一点差哦。OK，那幸好讲师开始过后，我的线不卡，所以我今天是收获很满哦。大家有做笔记吗？收获很满就很好哦。那么今天的资讯量真的是大爆棚哦！大家有没有吸收到 Forever 每个产品的独特性呢？因为我们也是要谢我们的宣讲师哦，那么用心去做每一个 slide。OK，如何靠配套去增加你的销售能力跟业绩呢？我是真的写到满满啦，OK，没有慧根就是要慧根哦。然后我们的配套其实真的很多，那么好像刚才我们讲师讲了，我们有 Clean Line 啦，我们有 ROA，我们有 F15 还有很多 His Pack、Her Pack 这样子的配套。所以如果你要了解更多的，马上去问今天给你 link 的人。那么今天呢，除了before 结束之前呢，因为我们3月开始就会起价了，所以我们目前最划算的配套就是我们的 SYJ Pack，就是 Start Your Journey 这个配套啊，那么可以节省高达400块。OK，所以如果要了解这个配套呢，就事不宜迟，因为马上2月尾过后，3月我们就开始全面性的起价了。OK，所以要 grab 紧这个机会，也是要 grab 紧这个即将要起价的这一个消息啊，去通知身边所有的朋友。马上 upgrade 成为 VIP，或者是马上可以开始try 我们的产品了。OK，那么用配套做分享呢，在 upsell 就是今天讲师想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那么怎样利用配套尽快去完成所有的 incentive？OK，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多，马上去联络给你 link 的这个FBO 哦，这个 business owner 哦。OK，那么今天呢，我想要谢谢我们这么多位的朋友进来 join 我们今天的分享。那么我们谢谢讲师 Sean 啊，那么用心的 slide，所以希望今天大家都是收获很满哦。那么2022 start strong 哦，大家谢谢大家，拜拜，大家晚安。
这样子。